错，就是莫拉所说的，空气会形成气压。这个吸盘工具可以将接触面跟吸盘里的空气赶走，让里面的气压少得不得了。这样一来，外面的气压就会比里面大，空气会把吸盘压在接触面上，让它产生很强的附着力，让我有地方抓着，伸长手脚，救命！